来个继续来看四月七三华人大地震哦，有十三栋的大楼都爱拆掉。第七区的金华大楼计共是有六栋，本地只有 A 栋哦是红单，也唔过因为六栋大楼的地下室是连做伙，无啥可能哦只拆掉 A 栋。经过半栋的鉴定哦，国土署是决定讲爱全部拆掉。后夜金华大楼在花莲市中和街有六栋150户在控诉控三强烈地震了，一栋大楼已经搭红单。啊，不过数大楼因为地下室连通，拆一栋对影响其他大楼，结果拆除费用要6000多万，国民也无法度负担。内政部国土署委托这个全国建筑师工会去做这个比较详细的鉴定。那因为整个连通影响到 B 栋、C 栋其他建物，还有其他建物整个建物的老旧跟受损的一个情况，这个社区的六栋建筑物应该是整体来拆除。那我们也提报给这个国土署，希望他们能够补助。国土署评估了后，决定用专案来协助拆除经费和技术。不过，这大楼在主题区附近还有加油站，所以拆除时间也未短。不过，中央补助细厝顶拆少两年，受灾户安置也成做问题。富裕精华它是属于比较一个特殊的个案，因为在事发之后接近6个月的时间，那才决议，这个要全部六栋都要拆除，时程上确实有一点延宕。好，那不过我们想，既然它是以专案的方式来进行拆除，住户的这个补贴方面啊，能够再继续的涨。对地基安置管会也提出计划，盘点花莲市美仑地区由红十字会捐建起的40几户组合处，未来电器会用多间的方式来进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